happy， 来跟我一起来念，来念 low papa low happy， low papa low happy， 对吧？所以说呢，我不需要你在新东方学英语，我只需要你在新东方学厨师就好，可以吗？像我英语这么好的，完全不需要再找一个英语好男朋友了，是要互补，对不对？我教你说英语就够了。铃铃铃 ，low papa 来 happy，low papa low happy，low papa 来 happy。我操，并没有什么用啊，这个 E 对付这个大没有用啊。你以为进错房间进到广告房间，对不起，我就是这样子任性。呀，我没看注意，因为我没有注意。别说什么蛋炒饭，我只需要一碗炒饭就够了。就在我想吃炒饭，在我想吃东西的时候，你能喂我吃，把我的嘴巴给喂饱，你办得到吗？啊，你有自信吗？你有自信吗？在我想要吃什么的时候，就过来喂给我吃。哎，听说鲨鱼有两根鸡鸡哦。我看动物世界上学到的，他们是万一打架中，万一断了一根，另外跟一根可以备用，为什么人不能长两根呢？对吧？经常有什么新闻，什么男子无情出轨，然后呢原配将其剪断这种新闻吧。万一出了这种事的话，那不是，唉，感觉有点难，混不下去。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男的嘛，被他老婆好像是剪过两次。就可以接起来一次嘛，然后剪了两次，然后呢，然后就是真的是不行了，然后就是好像日本的AV 界还请他去拍，让他重拾做男人的自信。我靠，我看到这个新闻我都醉了，你知道吗？鲨鱼都有两根，人为什么不能有两根啊？人难道连动物都不如了吗？是不是？那人连动物都不如了吗？那你我身为人，我不可能连动物都不如，对不对？人是动物啊，人是高级动物。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控制欲。我楼上在干嘛？啊！这我楼上在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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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响，不是，有楼上砰砰砰砰的响，不知道什么声音，不是很懂，发生什么事了吗 ？Oh my god！ 拜托，你不要让一个单身女性每天晚上听到这种声音。听一下，就那种砰砰砰的声音，砰啪啪那样的声音。楼上在诱惑我吗？不可能，我们这边小区主要住的是老人家比较多，我们这边小区。哎呀，你们太慢了，我的天，慢了呀，对吧？我靠，楼上跟他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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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狂抖动，就那种狂颤的声音，你们懂吗？
肚子不是这样子的。裤子拉一下，是坐着的时候你肚子有点大，站着没什么。啊，我感觉裤子有点短啊，我感觉后面我屁股都露出来了。昨天还说实力穿 C 字裤是吗？实力穿 C 字裤。你要买杯子吗？我的阿迪王时尚时尚最时尚，我今天买了一套，又买了一套阿迪王的衣服，真的。你们都知道我喜欢阿迪王吗？啊，看我那个就知道了，我很喜欢买阿迪王的衣服穿的。室友在舔你的屁，哎，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我昨天晚上就有一个水友吧，给我发了张照片，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当时那一刻我都醉了，真的。我不敢发微博啊，还有他们寝室都在看，就这样看啊，就那么看。爸没好。哎呀，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是你宿舍吗？那个好像我宿舍，我感觉。你是打桩机吗？打桩机好像也是修理器的一种吧？啊？啊，是不是？别撸别撸，请大家千万不要撸我，戚老师并没有什么撸点。我觉得吧，戚老师没有什么撸点。如果然后呢，我的撸点比较少，我最近撸点，我的撸点呢主要是那个什么，我觉得我的唯一撸点就是把撸撸包送到你们手上，让你们撸，让你们看别人撸，而我并没有什么撸点，只是这样子的。对吧？如果你一直想要我给什么撸点的话呢，也不是不行，这个道理呢也是完全可以有的。哎呀，说的跟真的一样。好啊，当然可以啊。好吧，你或许逃得过了子弹，但是你永远逃不过我爱情的惩罚。啊，嗯，哎呀，我要放个大，你知道吧？哎呀，我放个大直接死掉了。没有血瓶，举报举报！你不想，你想看哪一个？你想看哪一个？那你想看哪一个？我穿的本来就是那个，今天我穿的是黑色的短裤，就是我知道。哎，这条短裤我说一句，这条短裤真的是我之前没有穿过的，懂吧？我数据放出来了啊，没放。我直播是为了赚钱吗？应该这么说，我直播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可以这么，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同学们？就我直播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就是我不是为了赚钱，而就是工作是为了赚钱，但是我选择直播也算是职业的一种嘛，就是。但是人不能不工作啊。嗯，你要什么？
你逃不过我的爱啊。别报警，如果你要报警的话，那我只能先报警为强了，不是吗？因为你偷走了我的心啊。我当然是幽默了，我是七老师，好吧，我是告诉你们怎么样去诱惑男人啊，怎么样诱惑男人呢？书上有这么说过，第一呢，不能不穿，穿比不穿更性感啊，这点我们都懂的。第二呢，我们需要做什么？第二呢，我们需要声音呢可以放低一点啊，有什么事吗？哦，我知道了啊。也没有必要非要撒娇卖萌，哎呀，别报警，别报警，你报警的话，我还要报你的警呢，因为你玩弄了我的心，你把我的心，就这么一点一点的玩弄下去了。哒哒哒哒哒哒。我不去酒吧的，因为我不会喝酒。我一喝酒会出事儿。对吧？就因为你会出事才要，哎，你们别想着捡咸鱼，我是不可能被捡咸鱼的，因为我不会喝酒。我一喝酒就要醉，所以我是在外面的话，我是不会沾酒的。就我没有朋友在旁边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在旁边的话，我是不会喝酒的。就除非那一天，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必须要喝酒了，我才会喝酒，懂了吧？好的。哦，捡鱼，那个叫捡鱼吧，那个。我看过那个叫捡鱼，就我看过视频上有说。你是警来抱我，我不报警，我只报局。毕竟我是一啊，毕竟如果我是赖斯的话，我肯定是一。蹦沙格拉嘎，蹦沙格拉嘎。哦，点歌机啊，我没有那个东西，我之前想弄一个来着，但是我怕有人点 TFBOY 的歌，你知道吗？我怕点歌机有人会喜欢点那个 TFBOY 的歌，毕竟 TFBOY 的歌真的有点那个，你懂吧？其实桌子下面有人，你信吗？信的 Q 一。新的 Q 一，你信吗？啊，我看是 Q 二的多还是 Q 一的多？还有，请不要以人的长相说我是做小三的，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啊？七老师不做小三，不做小三，只做正事。OK， 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做他小三。你有多少钱，我都不会做任何人的小三的，对吧？我只做正事，不是老道我不当啊。而且我是那种性格，就是我现在性格跟原来不一样了，谁要是就我谈恋爱，谁要是敢抢我的男人，我就让他横死街头。就我之前也不是这样的性格，因为我之前我现在又不是劈腿嘛，我现在觉得我太仁慈了，真的
我就应该搞到他家破人亡才行，就是我应该就报，当时就应该报仇，当时的仇当时就报，什么宽容大量，不好意思，宽容大量这种事我做不出来。我当然觉得，我当时，我说实话，我觉得谈恋爱要是被劈腿了很简单，报仇。哦，我少看点韩剧，但是你别人劈腿了，你怎么能够接受呢？反正与我，你能接受吗？你总不能说我真的喜欢戴绿帽子吧？开玩笑说是一回事，但真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就实话实说，我看着我的前男友跟他那个女人分手了，我特别开心，我真的知道吧，特别特别开心，我觉得这就是报应，知道吧，这是他妈的不还钱的报应。我是突然想起前男友，就很，就原来我也讲过嘛，想起来就很生气，劈腿，劈你妹的腿。我不可能复合的，不可能复合。只是你想，但是他过得不好，他过得好，我就是不爽。我也没有说在意他，我就是觉得。别管怎么说，咱先把钱还了行不行，对吧？我对我前男友的唯想就是，不管怎么说，他先把钱还了，他妈的钱都不还，你别怪我诅咒你分手，真的。我的性格是不可能复合的，就是我分手就是绝对不可能复合。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说，咱情义不成买卖在，不管怎么样，不管大家请你记住一点，分手之后一定要还钱。分手之后，如果你还不还钱的话，这个女人会记你一辈子的，一定会天天背后诅咒你的。你们千万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要找前女友借钱啊，懂吗？跟你讲，骗我的人买泡面没有调味料，不，他泡面都吃不起，应该这么说。前女友问你今天怎么办，你就跟他说给我干一炮了，把实话实说。他，你说你都找我借钱了，你难道不给我干一炮吗？他无话可说了。真的是都他妈前任了，凭什么借他钱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没有道理吗？我说的六不六？他说，如果你的前女友来找你借钱，说他有事找你借钱，你就说那你给我干，你干不干吧？这有道理吗？我们有一说一嘛，是不是？就也不是真的干他，就是话这么说，就话糙理不糙。你都前任了，你当时伤害了我，现在还想找我借钱，怎么可能？不说了，找前女友还钱去了。对啊，那如果你前女友找你借钱，我觉得你们肯就让他还，你不要装什么好人，一点。跟你讲，他不会记得你的好的。他既然当时不敢伤害你，他现在来找你借钱的话，他怎么又舍不得伤害你呢？你在眼里根本，他既然舍得伤害你的话，那在他眼里的话，你根本什么都不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借给自己前任钱，前任钱，对不对？了不起他给你干，你也不还，很简单的道理。
啊，怎么又要输啊？啊，我真的我疯了，我没有，我怎么又要输了？又要送女朋友了吗？我不想送女朋友。我昨天送了四个吧，我昨天晚上送了四个女朋友，直接破产啊，直接鸡鸡思密达呀。我封面怎么了？我想知道我封面怎么了。哦，我封面还比较正常啊，怎么了？人虽然要有恻隐之心，但是我觉得我之前说过，你要对你好的人，你可以对他好；你对你不好的人，你干嘛要对他好？对吧？他根本就不会记得你的好。我就是，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比较爱憎分明嘛。我靠，这玩个锤子玩，妈的越玩越生气。对啊，我的性格肯定，我跟你讲，我虽然说我不在乎钱，我朋友问我说，七哥呀，有点事儿跟你说，我突然就很警觉，我说除了借钱咱们什么都好说。就我会说除了借钱什么事都好说。我最近借钱是我朋友生病住院了，我加钱了，就是我是不会借钱的人，别找我借钱啊，我不借啊啊，我最多可能给，但我不会借钱的。好吧，然后我输了嘛，我再送一个女朋友。我靠，我感觉今天我要一直送下去啊，因为我今天不是逛街了嘛，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说我感觉我今天要一直送下去啊。好吧，然后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好了。然后呢，大家呢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如果你觉得自己确实是需要女朋友，需要七哥来送礼物呗，你可以把自己的号码呢发到这个弹幕上面来，然后七哥呢是随机抽奖，然后呢拨通你的电话，对你进行一下小小的采访，然后呢把这个礼物杯呢是送到你的手上，好不好？好吧，让我们现在开始吧，三二一，开始啊啊，开始啊。停 ，OK， 我已经抽到了。希望这个同学呢，我希望我能把这个爱送到这个千家万户，送到你的手上，好吗？谢谢。我靠，怎么那么困？哎呀呀，六分钟。好了，别发了，我已经抽到了这一位幸运观众。好，电话正在等待期间，接通听歌换线零。喂。喂。你找谁？我找你啊。你的电话，你问我，我找谁？我当然找你啊！除了找你，我还能找谁？啊？你知道我是谁吗？谁？你猜我是谁了？你猜？对啊，哇，这么幸运啊！这么幸运，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没想到啊！哪里没想到呢？你的声音为什么气喘吁吁的？你在干嘛呀？啊，你干嘛气喘吁吁的？你好脏啊！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气喘吁吁的。猜呀！啊？你在什么？你猜呀！我不猜，我不想猜，别对着我撸好吗？谢谢，承受不起。没有、哦，你没有撸，你只是在演习实战开，你只是在实战演习而已。哎呀，
对呀、啊，实弹演习。那你多大呀？23了。啊？23。23。哦。那你还在读书吗？对呀、啊，大三。大三？你23，大三？我21都毕业了哎。哇，好早哎。对呀、啊，好早哎。你在寝室里吗？没有，在家呢。哦，对，在寝室里的话，可能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实战演习了。对呀、啊。不要紧，你们可以全寝室一起来啊。就我送你一个，你可以全寝室一起来啊，对不对？好啊。还可以比赛呢。对。对啊。那、那你有女朋友吗？还没有。嗯，那你上，那你之前交过女朋友吗？啊，有过，什么时候啊？大一。啊？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那你那分手，那你单身多长时间的单身？半年吧。半年啊，累不累啊？还好吧。我没问你，问你的手累不累？我问的是你的手。手速很快的。手速，我就问你手累不累？手臂累不累？酸吗？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话说清楚一点好吗？我说你手酸不酸？酸。酸？你是天津人吧？是。我听出来了。很厉害呀。哦，在北京待过半年，我上了半年班。那我大概知道你哪个学校的了。那个你，那我就送你一个女朋友给你吧，就是缓解一下你的手酸嘛，让你的手不要那么酸了，免得老茧的手都要破皮了，不太好，呵护一下你的手嘛。好的，谢谢啊。好啊，你没有什么感想吗？你为什么需要他呢？你说一下嘛。很忙哎，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你很忙，你还有时间实战演习啊？我听你的现在声音有点不正常啊！你老实交代啊！我在看你直播啊！你看我直播，你的手在干嘛呢？你眼睛看我直播，你手在干嘛呢？我手在玩鼠标啊。你手在玩鼠大熊你露馅了，你露馅了，你说你玩鼠标，谁会用玩鼠标这个词啊？你一下露馅了，真脏真脏。老实交代，老实交代，玩鼠标谁会说玩鼠标？我手在用鼠标啊，谁会用玩鼠标？玩电脑谁会用玩鼠标啊？你实力露馅，真的大熊姐，你还太年轻了，实力被套话呀、啊！你这是太年轻了，真脏。好了，看你也这么辛苦了，也是为了呵护你的手，免得你轻臂隐隐作再痛下去。我还是送你一款吧，你想要哪一款呢？你有看好吗？你有之前有去过我的淘宝店吗？去过啊。去你的单手打字我听出来了，你去过吗？那你喜欢那你想要哪一个呢？那个白色的啊。哪个白色的？大声说出来，把你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不要害羞 ，Don't be shy。等一下，我去查。你的茶，欢迎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就行。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就可以找到我的娃娃店地址。黑色啊？不黑你好不好？黑色震动。啊？黑色震动的。你想要震动的？我靠，你有点贪呐、啊，大兄弟啊！你问了你的手。没用过啊。啊？没用过啊。你应该一个都没用过吧？对呀、啊。七哥娃娃店不是七哥娃娃店哈，七哥黄总都说错了，七哥七哥，我是七哥娃娃店，不是七哥娃娃店，七哥娃娃，七哥是吧？
道。那好嘛，那我就送你一个嘛，行吧？那你把你的地址发过来嘛。手机短信吗？对啊，发过来，我发给客服，让客服发货。行，好的。好，那希望我就不打扰你实战演习了，不好意思扰你的兴致，我觉得很抱歉 ，I'm sorry。好，继续演习吧，好吧。希望你保持纯洁性，不要出去约炮哦，好吧？好的，好的。好，拜拜，嗯。拜拜。我卖露露杯是为了你们，不要去约炮，不要去随意的玩，不要再去玩那些不就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保持内心的纯洁性，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升华，把自己最纯洁的自己，最真挚的精华献给自己爱的女人。所以我才卖露露杯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在爱情更加纯洁一些，更加温柔一些了。何止良心主播呀，妈的实力良心啊，我是实力的良心主播好不好啊，我主播真的是很有良心的，实话实说，不吹不黑好吗？对啊，就刚刚这个同学正在实战演习，我觉得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刚刚那个同学，你不要只给我发你在几号，你要发地址、邮箱、名字、电话号码都发过来给我。就是，我是想说造福大家，让大家眼睛饱了，身体饱了，更好的去学习、去工作，去为国家的四大化建设而做出自己一份力量，是吗？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在实在演习，请你不要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出来。齐哥表示接到电话有点尴尬，真的。我那个时候我会接到电话，我会很尴尬，你知道吗？真的。就是你在实在演习，我就会特别特别尴尬呢。好吧，我自己开始打下一把了，我一个人打就 OK 了。哼，都说我叫七哥，那我喝水当然彪悍。听说喝农夫山泉会有性欲哦。希望我能跟你们体会一样的感受，才能卖更好的露露杯。孩子，你有梦想吗？有，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所有斗鱼的观众看斗鱼的时候手上都拿着一个露露杯，大家不仅看得好玩得好还爽了，是不是？特棒。我的梦想是所有人都有露露杯，所有人不再挨饿，所有的身体不再空虚，所有人不再去打炮，为国家的建设，为同志们的心理健康，为了你们的身心发展，做出一份卓越的贡献，交上一份满意答卷。真的，都是为了你们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开始今天的直播，对吧？只要有了它，
当然了，虽然我的女朋友不能摸摸哒，但是如果你想摸哒还是可以的。虽然我觉得那个地方摸哒有点奇怪，好像啊有点奇怪哈。有女朋友，白天啪啪啪，晚上啪啪啪，欢迎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哦。能，这桶水快喝完了，还差一点点就喝完了。你们还记得吗？我之前是从这里开始喝的嘛，现在喝到这里了，我有没有很赞啊？胸夹手机算不得什么，好吗？不是特能苏我不要，不是你的牛奶我不要，可以这么理解吗？不是你的牛奶我不要了。光荣的进化。你有牛奶吗？不是你的牛奶我可不要。哦，符文换了，之前的时候出问题了。之前的时候上一版我 ADC 带的是 AP 天赋有问题。虽然我脚有四十码，可是你喜欢呢。女人都是水做的，我看到好像七哥来我的房间了，也是醉得不行啊，我要去他的房间。哪里哪里哪里，我的房间名字，拜托，我的房间名字已经起了一个星期了好吗？我的房间名字是我娃娃店啊，我跟卡卡的房间名字相互对应吗？但是我的房间名字已经起了一个星期了，我跟你说一下，因为我的活动已经快弄了一个星期了，都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好吗？欢迎大家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哦。我要做大做强，身为一个女老板我感觉压力很大，但是我会好好做好的哦。Darling Darling Darling， 主播你的房间好乱啊，不好意思，主播房间稍微有一点有一丢丢乱，可以这么理解吗？有一点点乱。对啊，地上的鞋是我今天刚买的鞋，给你们展示一下，这是我今天买到的鞋啊。其实我今天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成果就是这双鞋，今天我逛街最大的成果。啊，有点臭呢，哈哈，有点那种刚刚买的橡胶味。七哥娃娃店，
有没有感觉很赞？可以不？你觉得怎么样？今天最大的收获就这双鞋，有没有感觉还不错？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了，因为上海这边好像都卖光了。这鞋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看就买了，耐克的嘛，耐克的，899吧，899。我在那个淮海中路那边买的，淮海中路有一个耐克的，就是这边的总店嘛。哎，不要紧不要紧，你回去再买。好浪啊，我当然浪啊，我不买饰品我照样浪，怎么样可以吗？露露杯也可以叫娃娃啊，我就是娃娃啊。不仅怎么叫露露杯呢，对不对？不仅不叫露露杯啊，关键是啊，必须要紧才行啊！我都说我露露杯让你享受紧致的感觉，紧致包裹哦，紧致包裹哦。我知道我没有带饰品，我忘记带饰品了，我忘记带饰品了。不要紧，没带饰品不要紧。对面是大头，我也推不了线，等一下再带。我喜欢玩三只手，因为你都为什么喜欢三只手？因为维克托，维克托，哎呀，实力维克托啊，对不对？因为实力维克托了。因为实力维克托，所以啊，我喜欢玩维克托，不是没有原因的。铃铃的铃铃，叮当铃铃，让我脱起来吧。哎，我的脚，我只穿了一边的鞋子，感觉好难受啊。哦，这个款是你们去看吧，男款应该还有，女款没有了。就是我找这双鞋子，你们去找吧，应该男款还有。今年的国内的新款了，就是。叮叮叮的叮叮叮的叮叮，哦，眼睛又看不清楚了。我的店铺地址，我的店铺地址很简单的啊，我的店铺地址直接淘宝搜索，我再说一次，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就行了。眼睛看不清楚，不好意思。对啊，直接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就好。妈，漏一万个兵，怎么不漏兵了？这个东西好难打啊！幸好我没打蛇女，我还不如玩球女呢。玩球女玩的还好一些，只是现在球女的这个移动速度实在是太坑爹了。对吧？因为我是拥有九个球的球女，我的爆发会比别人再多强一些，对吧？而且我的两个球超厉害的，厉害的，哦哦哦！
我唱，我靠，我去，哎，疯了疯了疯了，不是不是，我眼睛看不清楚了，不好意思啊。嗯，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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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眼睛有点看不太清楚了，因为今天实在是有点累了，抱歉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今天开始直播，人家喜欢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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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背上放丝袜是个什么东西？你可以把露露背上贴上你女神的照片，然后你就可以，哦哦哦 no， 亲爱的别这么紧嘛，然后你觉得超赞，再紧你都超赞。你说啊，想不到你这么紧致，哇，这种完美体验的享受，只有七老师能教给你如何更好的享受露露杯呢，对吗？对吧？哇，你就可以，哇，你，而且你想，你觉得很紧对吧？很简单呐、啊，因为它本来就第一次本来就很紧嘛。然后你只要贴上女神的照片，你想，哇，我竟然有女神的第一次，哇，简直好污，有点污啊，感觉有点污啊。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略脏，哇，好脏啊，真脏。然后我去弄点眼药水过来，不好意思，我去弄点眼药水过来，我眼睛很难受，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想说，哇，好棒，女神的第一次就，啊，交给我的感觉。人嘛会想象嘛，是不是嘛，想象多大回事儿啊。对吧，不就是想象吗，想象这个是太简单了，让七哥为你心心教育就好，可以吗？我凳子坐起来很舒服哦。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形状，如果硬要说的话，而且你不觉得每四种都很诱人吗？尽显诱惑，尽在秦哥的直播间哦。我去，我们还被这个吐死了。然而我已经被吐死了。Oh my god， 累呀、啊，当然累呀、啊。我就想找一个男人，我只想，我觉得我自己肩上所背负的东西太重了，我只想找一个男人来替我背负着我身上的两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实在很重。你说呢？我觉得好重，好重，好重，好重啊！你会是那个帮我托起我身上沉沉负担的男人吗？啊，你会是吗？关键我问你会是吗？啊，终于坚持了就好弄了。觉得自己能够扛起来的，如果你的双臂各有力量，你觉得自己能够扛起我身上负担的，那你可以告，那你就扣个一吧，让我看看能够扛起我双肩负担的能力的男人到底有多少，能够托起我的身上的男人到底有多少，有吗？哎呀，我回头干嘛？我真的疯了，我干嘛回头？啊 no， 我干嘛回头啊？这个打野不如不来，我还不如稳稳的稳住呢。好，
是吧？不是，我放了一个大，然后那个赵信又放了一个大，我都哭了，你知道吗？二十八 ，Oh no！ 卫生纸不可能啊！你看我的，一般看我用的时候都不是用卫生纸的，你知道吗？因为用了露露杯就不用卫生纸了，卫生纸多贵呀！我骄傲，我卖露露，我骄傲，我为那个什么，我为那个国家节约纸资源，节约树木资源，因为纸都是用树做的，我无形之中节约了很多资源，也为了那个北京的沙尘暴缓解了，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你有卖露露杯，可用了好少了好多好多纸哦。对吧，我为了国家的纸资源已经省了这么多纸了，所以说我的贡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伟大。我他妈，我简直爱上我自己啊，别说了，我爱上我自己了，什么都别说了，那、no, 别说了，我爱上我自己了还不行吗？啊，不，你要这么想，你说浪费水的话，我们这么想吧，水的话用什么水都可以洗啊，因为又不是喝的水，是吧？你洗澡的时候你顺便洗一洗，你洗衣服的时候顺便洗一洗，对吧？那个水的话也是同样节约利用水啊，你只要你不要你这样子，你比如说你洗衣服嘛，你顺便放里面冲一下就可以了，你洗澡的时候你就这样洗头的时候一边洗头一边那么一边倒着一边洗嘛，不就好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七哥教你，七哥小帮手教你如何节约家用，如何省纸省水，这样子一年下来就可以省不少的开支哦。好吧，我又只是狗的，以上皆属于胡说八道，别当真好吗？以上都是我胡说八道，千万别当真，当真就死了。为什么你说有人包我为什么不答应哦？主要是我的性格千金难买爷高兴，就是我什么样的性格我就是什么样的性格，我就是很直接，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不装逼，很直接，就是我最大的性格。所以说呢，包养什么呢不是我的风格，我等姐姐有了钱去包养小白脸，这是我的目标，你们愿意给我包养吗？你愿意给我包养吗？啊啊！对啊，我原来是做车模的呀。我给你们看一下一张照片哦。曾经的我是那么瘦，做了直播肥成猪。啊，这是曾经的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唉，毕竟是曾经了。自从我选择了这个行业以来，我就没有再做模特了，不想再做模特了，模特太累了，实在是，就是每天站车啊，走秀啊，每天都要洗头啊，每天都只能，比如说他们时装周的时候，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太累了，彩排啊，不停的彩排，要疯。知道吧，就感觉人有点疯，你知道吧。对吧，主要是你太忙了，我经常出差啊什么的就很忙，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我做直播以后发现也没有自己的时间。
别看屁股了行吗？哎，我都承认了，我没屁股，你们还硬要这么说。我靠，对面闪现，我靠，他妈的吓死我呀！啊啊，对面闪现吓死我吗？不可能看屁屁，看屁屁是不可能的。啊啊啊！不是吧？啊啊！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一点点出现，就这样的出现在我的世界里。摇来摇去不然逃逸，没有一点点防备，就这样的出现。不行啊，我就起不来啊，我是要拯救世界的男人啊。虽然我没有玩金属大师，虽然我只是一个机械，但我依然想拯救世界，我依然想拯救无数少年撸管生身体啊，日渐虚弱的身体，因为撸管而日渐虚弱的身体，真的。真的。真的，我是认真的。别说了，我只想拯救那一些因为撸管而日渐虚弱的一个个少年的身体。别说了。别说了，我要是个男人，你就要娶我；我要是个男人的话，你就要娶，你就要嫁给我。真的，真的，不啊，我卖瓜，你知道，但是人都是有欲望的。真的，本来卖这个东西就不好。就是你本来你用手就不太好，你知道不？用手用时间久了，你在实战当中就容易出事，肾亏肾虚。但是呢，用露露杯呢，让你享受与真人无异的感受，可以这么形容吧。你觉得我骚吗？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讲课的七老师，我只是一位将把无限的这个姿势给大家传授传课，就是传达授业解惑的老师。你说我骚，我并不能服，因为我并没有骚起来。如果我真的骚了，你说我骚可以，你要我先说哎呀讨厌了，嗯，对吧？你要说我骚我 OK， 我都他妈我都这样，你说我骚，不好意思，这个锅我不接，谢谢，这个锅我真不接。对不起，这个锅我不接，我只能这么说。我只是一个传教士，把一个无数的体位、无数的姿势给大家传递的人。你懂吗？为什么你们就不懂我的苦心呢？我留下了。留下了一丝丝的眼泪。哇，伤害太高了，破坏伤害。鳄鱼的眼泪，鳄鱼，关键是我要有鳄鱼那张口就好了。
就把你全部吃光光，我管你什么什么这那这那，对吧？现在人的口呢只能吃身上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有了这个怎么说，但是呢有了这个鳄鱼的口，你就哇可以把你所有的地方全部吃光，我全部吃光，可以吗？这个可以有吗？哇，因为我学主持的嘛，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压喉，我知道怎么样可以把喉咙压下去，就是就我会压喉，就是你们不是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你们会那个，就你们看，如果你们去看医生嘛，你们会去那个，就是你们嗓子发炎了，就会要拿一根那个棉签棒帮你压下来嘛，我不需要。就是我不需要，就是学主持人都不需要，就是我们上课就有专门学怎么压喉，就是会压喉咙。就是你们看嘛，就是我不用就是都会有那个东西，因为学他那个你要会移动啊，哈哈，人怎么在这边啊？别传授一些其他东西好吗？我可以教你们怎么压喉啊，这样子你们去医院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医生拿一根棒子棉签去压你的喉头了，就是你要学会把你的喉头找感觉下移就会压了，真的啊，我真的是教你们一些好东西啊，你们不信你们要相信我啊，你要信任我呀。你真的女，啊，我之前减肥有抠过喉咙，就吐嘛，就抠喉吐了，然后发现不行，就身体太差了，身体很差，就是我之前为了减肥吃一餐叫抠，实力抠，狂吐，后来真的对身体不好。七老师，我真人倒模，不好意思，我是卖倒模，但是我真人没倒模，懂吧？我的真人并没有倒模，我是卖倒模，我是一个卖倒模的小姑娘，什么都别说。我只是一个卖倒模的小姑娘，穿着耐克走在街上，左手一个飞机杯，右手一个印度神油，你要不要的呀，我买不了或许要挨骂，你到底是需不需要呀。我靠，我连唱歌都如此有天赋，我真的我简直太完美，真的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完美了。飞机杯怎么用？我都说了，我不会教你们怎么用，因为这个东西，只要你是个男人，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天生的，是我们基因里面就有这个东西的。你看动物们，他们有爸妈教吗？没有人教，照样都会。所以人类都会，只要是动物，哺乳动物，任何动物，生物，只要任何生物，它有生命，它就会；只要有细胞存在，它就会。草履虫都会知道怎么下一代呢，你都不知道啦。如果你说让我教的话，那你就是承认你连草履虫都不如，知道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而这个呢也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就怎么样用呢，当然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说了。
我们当然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事情啊。我很不好意思，我的桌上有人，你信吗？啊？我的天，我简直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啊！啊啊啊！他们伤害我啊 ！No！ 我刚才我音响了半天，刚才我试说呢都没有大，石头人也没大，怎么玩？第三个飞机飞吗？不不 no no passport 不，我的女朋友，我要守护住她。我靠，我今天直播简直不在状态，我今天直播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真的，今天直播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我有点头昏。不是，我的小回头，就我回头还是出问题了。我们 SM 用品，难道我撸啊撸就打得好吗？显然不是。我靠，我今天收到了第一个高级情仇，哎，谢谢收藏选国送给我的。我的天，我没来啊。好吧，哦，我看一下，我今天直播从7点钟直播的，播到10点10。我今天可能会早一点关直播，因为我今天有点累，你知道吧？因为我今天逛街了一天，太累了。但是又想到必须要直播，可能今天直播时间有点短，明天就播时间长一点吧。明天就早点直播，播时间长一点。今天可能会早点关直播，因为今天直播人家直播不在状态，啊，好困啊，想睡觉。对啊，我胸小点就完美了，我看核实干嘛？冰河石不是特别熟，对啊，现在41个小时 OK 了，我因为我现在可以偷懒一下，今天是10号，差不多40个小时，多播了一个小时，还好。听说啊，我朋友说听说很多高中生有撸，看斗鱼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撸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撸点，因为我这个人吧，只是说话吧，实在是有点。那个啥啥啥啥啥啥啥，那个啥啥了一些，不太适合撸。我觉得我不是很适合撸的人，因为我会突然之间哦，这样一下。OK。好像只是50块钱，热狗啊！我跟你讲，你们信不信我能翻盘？你们相不相信我能守护住我的女朋友？我就问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能守护住我的女朋友呢？我的女朋友。不，你必须相信，因为。因为我就是最佳人选啊。好吧好吧好吧，不闹了不闹了。我现在问你，
相信不相信？我现在问你相信吗？现在的你可相信？扎有手守不住啊，这个真的，我中路碰到这个真的不好打。我的天啊，追了那么久，你这么厉害，我男朋友知道吗？对啊，我以前真的九十公斤啊，我以前真的真的九十公斤，是真的啦。哦，十八，我的女朋友，我心痛的并不是分数，我心痛的只是女朋友而已。女朋友，女朋友，女朋友，女朋友啊！我来了，我来了，拼了，拼了，他妈的跟他拼了！啊，拼了！守住他，我要守住我的女朋友。为了我的心爱之物，我什么都做得到。我什么都要做到啊！我要去杀这个发明家，修纳无脑强行卖萌一波，并不是。我靠，一半血，我恨不得想出女妖了。哎，这个赵鑫太冲动，这个赵鑫太喜欢杀这个发明家了，我忍不住跟他一起冲动了。飞机杯怎么卖？直接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就行了，直接淘宝搜索七哥娃娃店就 OK 了。哎，今天七哥直播状态不好。还是要点才行，不行了，下路崩的有点惨，主要是。果然，滑板鞋玩的好的跟玩的不好的，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只能这么说。啊，我上厕所。先点菜吧。好吧，我来跟大家说我送女朋友的规则。如果你的确单身，如果你确实需要一个送你发泄的女朋友，如果你想纯情，然后想守护自己，想喜欢七哥呢，想就可以来参与到七哥的抽奖当中之来。然后呢，欢迎来，然后呢，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发在这个公屏上面，等发在这个公屏上面之后呢，七哥会随机喊一二三之后，随机喊停的第一个号码呢，会给你拨过去号码，然后呢，把这个女朋友呢是送到你的手上面。以上呢就是七哥的女朋友的抽奖的规则，你们都懂的，我都抽了一个星期了，快一个星期了，你们都懂。我去，这个太屌了，赵鑫这个大，我无话可说。我无话可说，这个赵鑫的大，直接两个人来到我的身边。
你已经买了，那你买了你就看着呗。我这把没结束呢，结束完了再抽，你们先不用发，这把结束了再抽。而且我想上个厕所再抽，请允许我，请给我一个上厕所的机会，我真的好憋啊，我好想上厕所，忍不住了，你再忍不住了，好想上厕所。请允许我去上个厕所吧，同学们。在那里，这把结束之后，那这把我要输了才抽，这把还没有结束呢，还并不能知道结果，胜负还犹未可知，好吗？胜负还犹未可知。你看我们水晶马上复活了，还有希望，翻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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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我没有骗自己。